90%的同学都读错的是一个字母，你读对了不？这个字母不读 C， 而是读 C。 这个字母不读 F， 而是读 F。 这个字母不读 G， 而是读 G。 这个字母不读 H， 而是读 H。 这个字母不读 G， 而是读 J。 这个字母不读 L， 而是读 L。 这个字母不读 M， 而是读 M。这个字母不读 N， 而是读 N。 这个字母不读 V， 而是读 V。 这个字母不读 W， 而是读 W。 这个字母不读 Z， 而是读 Z。 数字1到10的标准读音建议收藏，反复练习。 1, 2, 3, 4, 5, 6, 7, 8, 9, 10.